地牛翻身，台南南化规模 4.2 地震最大震度，台南四级地牛翻身。中央气象局发布地震报告，今天上午9:52，台南市南化区震央在台南市政府东偏北方43.3公里，发生瑞士规模 4.2 有感地震，地震深度13.2公里。各地最大震度，台南市四级，高雄市三级，嘉义县三级，嘉义市两级，云林县两级，屏东县一级，南投县一级，彰化县一级。